我们的经营要告诉你们。当副社长，都是江氏三母子啦。这是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民主总统恭喜，千年一遇啊！那么虽然，对啊，那是当然的啊。谢谢谢谢，谢谢你带领阿姐。阿总哎，今日生日夜都会开到六周年的大日子呢，啊来这聚会一挂党员甲总会，拢有送花篮，啊甲礼物，那会甲哪里无送？ 今天重要的日子，我一定要来帮场的啊！多谢你一来，给我这大面子呢。来，请。真久冇听红星会的演奏。哦，刚刚你吃醋啊？哈，哈都错。刚刚师长，请。来。 还有人客人啊，阿姐，我你去陪伊嘛，因陪我你陪到。安尼哦，来，紧来，赶紧陪他这边。好啊，好啊，这样，这样。哎，妈，你陪我你上啊。是啊，这么快的，阿弟哪有回来？哎，辉正，今仔是人家庆祝六周年的，可是我看到无闲，嘛唔敢无来啦。对，谢谢。我今仔带我上好朋友来个捧场呢，是来给送花哦。 是无欢喜，我请教你讲过几落遍啦，这个所在吼无适合你来啦，我知，这个所在无适合我来，嗯，啊，不过我是因为你叫我找你这个代志，我唔才来。我怎样安怎？你是去倒位？我嘛唔知影，啊，我一路分两记接到你的讯息，你叫我去大所在找伊，我嘛去过啊，啊，不过伊的房间门锁掉的，我是因为家里员工。 已经两三天无回去啊，而且伊公司也嘛讲，即几工要无去上班呢。无回去，啊无回去上班。大姐，你免烦恼啦，啊，连续一两个月无回去，这嘛是正常的啊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我明仔日透早就去伊公司甲问好清楚，安尼好不好？你要那时看我。嗯。 吴总，快坐坐啦！我给你。阿叔，我袂晓。你是有联络啦，来来，阿伯请到你对起。好，我先讲。郭先生。哎哎哎！别闹！
我是小家丁，啊，搬家的是洗手面，你别听了都袂爽的呢。哎哎哎！啊，你别讲，我你别话听，啊！哎呀！台湾金，小等下，阿你有话我讲，无需要去甲动手，放手。哎，当诶。你来拄啊好，等我开钱呢，才跳舞是要爽快的，哈！我计分一个较紧的，伊讲分咧敢若死爽面，安尼讲唔对。卖生气啦，俺是加啉两杯啊，你酒醉啊吼？嗯，啊酒醉敢袂晓跳舞的哦？哎，那当然卖用跳，无你要跳啥，我陪你跳咯。好啊，叫伊再我紧的，穿啊，看你副总安怎处理。来来来，带到来跳舞啊！心思你拢看会出来，这么久的当然嘛看会出来，是你为了阮的代志在烦恼啊。阮小妹个性较倔强，伊才反对我伫酒店上班的，非得伊个看袂起我的头路啦。可能是嘛喊你见面，拢是我打电话咧找伊，啊一阵仔我打电话找伊，拢找无人嘞。是嘛，都唔是囡仔，袂胖见啦。因为伊所做诶，伊拢看有啦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因一定会知影，你这个做子诶，为着因，牺牲家己诶青春。我无你讲遐尼啊伟大。当初想要加赚一寡钱来还贷款，抚养家庭，我去酒店上班。啊，即摆为了生活。搁一个查某囝，就还搁继续做落去啊！过来，搁为着较早代志伫艰苦，何必呢？对，今仔日你酒店吼，你予我足大面子，感谢你嘞。那安尼讲，像就这样重要日子，我哪可能予人来闹定？也毋过，若较早我的个性，我拄到这款的代志，我绝对去放手。你哦，过来啊！逐摆讲话拢安尼啦，你阁想啥物时阵才会改哈？只要你答应嫁互我，
我知你对我真好，真照顾我。阿哥，我知你总是讲要等恁两个相骂，有好的归宿了后，才来要考虑你家己。对啊，如果你若嫁给我，不是嫁一个人，该多傻噶。对啊，我真正希望这边你莫阁拒绝我。 我还没准备好，李华，我会永远永远拢等落去。 出来外口安尼，祸害人气氛，祸害人情调，十嫌你，今日做你妈妈电灯泡，哪有啦？阿姨，你莫安尼讲啦。阿伯，我先来扫了，珊珊，再见。 阿公先生吼，拢无气焰，你对你遐尼好，人对珊珊嘛当作家己查某囝共款，你讲啊，珊珊对啊。妈妈，人我对阿姐的印象足好个呢，而且伊阁足听话，假使妈妈若是珊珊，妈妈用暗即忝个，咱先莫讲这好。丽华，你是安奈哦？ 其实嘛无啥啦，过这两天吼，我拢找无丽君啦，啊足烦恼的。讲完你的第二个哦，啊无是我爷在学是上提钱给他的，哎，是你安尼无名无利，伫外口趁钱给伊的呢，伊搁卡看你无，讲到伊哦，我就几百岁啦。好啦，莫讲啦。 你到底要安怎啦？我无爱伊安怎，我只要你讲个清楚。我毋是已经甲你讲清楚啊！即摆是公司派我来日本出差，你是搁咧怀疑啥啦？是我伫怀疑，还是你真正甲别个查某人交往？
你看不出，你搁无爱性命？你想要我信你啥？你讲，这是啥物？ 你群众我，搁偷用我相片，丢下厝给安尼做啊！我无资格，王博士，咱交好这么久啊，现在说我无资格，敢讲？你无是你，我是你的女朋友。好，今日就算讲你是我女朋友，我敢讲嘛，我也可能甲其他查某囡仔来往吗？郭大哥，咱两个都还袂结婚呢。 介绍一寡朋友，介绍选择，第一款社会，嘛是真正上的代志啊，敢不是？真正上的代志，王博勋，你给我用雷棍做的是啥物？当初是，你是那救抓狗，你是我来救我，我姐了，你。 消息的时阵，我就继续要找你，想袂到，你一直闪避我，我甲你同齐同样来离婚，你，你好，我真伤心的。 我是真心要爱你，我介意的人嘛是你。你后壁讲，你上个当上船，这就是介意我，这就是爱我。王博勋，你上课。哎，你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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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别滚！
你安尼交代我，我煮一卡肉糜啦。啊，转来你也无食半碗，啊，当即办啦？元芳不动啦，一卡啦，苦头糜啦。看咱两个要食到一当时啊。你也毋是毋知影丽君伊爱食肉糜啊？我知，我知丽君爱食肉糜，丽玲爱食鸡水，对无？啊，你咧？你爱食什么？你想要食什么？应该知，交替你想。 兰姨，这嘛免怪因啦。若不是二十年前发生迄件代志，阮姊妹也嘛免遐尔艰苦。我这做阿姊的，嘛免代替老母来承接责任。 你是姐姐，你已经十二岁啊，你较捌代志。妈妈有苦衷的，妈妈无得这段时间，你就好好照顾两个囡囡，知影无？妈，你莫走。妈，你紧甲我讲，你紧甲我讲啦，妈。婉秋，赶紧来走。 想想遐尼济啦，这天性恁还烧袂啦，结果呢，伊拢无你听你的话，听我讲啦，考虑你家己较要紧啦，毋免替因操烦啦，哈？兰姨，我姊妹仔自细汉相依为命，我这做阿姊的当妈，这责任家己不来照顾因。 我袂见我的头路，我想要甲我住。其实我知影，伊想过来跟我这大姊，但毋过我最近都无闲消息，你要唔知我情况偌艰苦。啊，你毋是叫丽玲去找啊？ 啊，若有消息，伊就转来甲你讲啊，吼，咱毋通哭啦，免烦恼啦，毋通搁哭嘿，袂趁小食，来来来，毋通哭，来，我来提，我来提。 电话听者。 喂，大姐，我头头去你姐的公司啊，因公司的人讲，你姐这几天请假出国啊。出国？哦，讲是去倒位无？我问过啊，啊，不过无人知去倒。我想，你姐认识的男朋友出国去佚佗啊。男朋友？啊，伊什么时阵交男朋友？我哪会无听讲？大姐，你有什么这么大惊小怪？
我们是去那边来，过来。丽玲，啊，你这架飞的小多些呢，那你就坐江路边去。所以我想讲，来送你一件，你计看一下。喂，丁俊宇，我一刚刚才回来，今仔日一刚刚来送，你袂生哦，我赶快去还你。丽玲，好啊好，阮同事拢伫遮，你紧走。就算你同事伫遐，我第日先去边有啥个事。喂，丁俊宇，咱两个只是普通朋友呢，你安尼做会互别人误会哦。什么普通朋友啊？ 雷凌，我是真心真意在追求你呢。你嘛都要看我要接受我，未来的大律师。也唔过，我是真实的。好啊啦，我无时间跟你讲啊，要来做。对吼。什么代志啊？一件代志，是不是要斗相共？无问题，我丁俊宇为着你啊，赴汤蹈火嘛，在所不辞。无这么严重啦。 这是我李姐的礼品，伊可能是跟男朋友出国去佚佗啊，啊，不过大姐做烦恼的，所以想要麻烦你帮我调查看麦，看李姐到底是唔是跟男朋友出国去，还是去倒位。你放心啦，这站代志啊，交我来办。<笑>多谢你哦，安怎先来走，拜拜。拜拜。 你是听这个创啥啦？那是副总在唱歌啦，行啦，那小姐你等你，行啦，我无听到。叫等你副总落去吧，你袂想到叫副总来唱，你听啦吼，行啦，行啦。哎，寂寞的长巷，而今夜越紧张。 卖闹啦！我真正袂忍住啦！哎，文斌啊，你嘛较拜托了好不好？叫你啉烧酒，也不是叫你创啥啦？你做我面子啊？我不要紧啦，你若无想要啉哦，咱今日 case 啊，都没够不爽。就是咩，查甫囝啉酒啊，较有气魄的啊。就是啊，哎，你看我拢担呢。哎呀，是安尼讲，顶啦。好，我啉嘛。哦。 文斌啊，人讲有这道能啦，来来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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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甲伊过一个小姐，我爱甲转过来。啊，唔是啊，免啦。我是来，我阁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无啦，免啦，你只饮一杯尔就要走，安怎嘛袂晓你走？就拜拜，小姐。来啦，你饮酒只食遐无生意哦，我罚你饮三。啊，拜托，我真正提你啦。无啦，这摆一定爱饮诶啦。来啦，饮落啦。真正袂晓够饮吗？饮落啦，你哪遐啰嗦？饮烧酒也毋是三，你呢？家己变查甫囝啦，来来啦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文斌啊，副总啊，第三杯。好啊，那这三杯酒，我替郭先生饮吗？安尼有无？起来，嘿，无准时，副总，你里面啥位无准时？文斌啊，你搞我添嘛啥位？世明，你何必安尼搞我为难啊？我看郭先生真是袂忍啊啦，无你讲啊，应该哪做，你才肯放伊耍？副总啊，哦，我看你今日足挺文斌啊嘞。好啊，既然你若这会忍哦，我来今日当这好朋友啊，好好啊，忍一下。好啊。那要点么欢喜，我安尼啦，咱归去菜馆嘞。好，一人一罐，送行人员，送两样。我。既然你我相会。嘿呀，安尼也无哩。我无法哩啦，我认输啦。啊，既然你着认输啊，那哈呢，免阁逼郭先生饮酒啊，哦。无问题啦。哎，袂歹哦，有人甲你听哦。大姐啊，安尼你是老鬼呢？老鬼，你真的老鬼。是我，你是安怎啊？啊，是不是身体不爽快？我无要紧的。阿玲来你家。哦。啊，今日替我解围，我是来甲你说多谢。那是我的工课，我应该做。再见。哎，爱强，爱强应该不是你的本名哦。安尼我敢唔当知影你的名咧？你也是叫我爱强好了。啊，搁有啊，既然你袂晓饮酒，那呢？以后就莫来酒店啊！你无欢迎我去哦？唔是我无欢迎，是你根本就无适合你的所在。哎，再见。副总，你好。郭先生。副总诶，顶一摆在酒店内面，你互我足无面子。我是袂甲你计较，但是我诶朋友吼，看袂做啦，想要来见识一下你副总诶到底有偌敖有偌强。郭先生，你唔通后白来哦。你要来后白来。阮兄弟也是要来甲你照顾。
这事啊，既然敢找你的麻烦，阿丽要紧无？别紧啊！以后个性莫安尼啦，咱来用讲的吼，讲看卖啦。阿丽想看卖三个人呢，阿丽一个人安尼讲相吧，足危险的呢。阿丽若惊危险，阿丽就嫁我，只要你嫁我，我都一定改。你搁讲这？ 我这阵嘛是毋通做饭的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是伫烦恼丽君的代志啊。即阵嘛拢无伊的消息，找无人。我煞袂烦恼。我知影啦，你是一个真负责任的大姊。虽然讲丽君真好强，伫恁真来生，不过两个拢是好囡仔，袂有代志啦。幸会。 今仔日你还袂转，做爸爸当然烦恼。爸，我已经大汉啦，也毋是囡仔啦。哼，你爸爸新来，你永远拢是囡仔。我知啦，阿姨哦，我会较早转来啦。哼，恁阿姨煮一寡你爱食的物件，放伫灶间，你紧去食一寡。爸，我袂枵啦，明仔载才食啦，啊时间无早，我先来休困啦。爸，晚安。哦，文斌。 听讲你最近常常走去酒店，爸，我是去应酬啦。我知影你去应酬，但是去应酬以后无出去喊嘛。文斌，自以前到今嘛，我都唔捌听过你去酒店。为什么回来台湾了，你会常常去迄款场所？爸爸实在会烦恼。爸，你放心嘛。 以后我会较注意的，文斌。也毋过，我听讲你最近走迄间酒店，拢是同一间对无？嘿啊！好了，紧去休困，明仔载搁有遮侪代志。 去日本，无毋对，小我查着。啊，你敢有查出讲伊男朋友是啥啊？啊，我敢那知影伊姓王啊，其他都无啥清楚啊。啊，毋过我敢那捌听你姐讲过，伊是伫咧江氏国际企业内底做业务科长。江氏国际企业啦，大姐，先怎？无啦，啊对啦，啊你敢有去日本大所在遐看卖者？ 无啊，我是落分两机，就甲聚宇做伙来遮。大姐，你若是想要去二姐遐看麦，无咱就来找伊的处处提锁匙，顺手甲门看麦啊。伫咧遮，你慢慢来看。多谢。咱来房间啦。
李姐哦，上喜欢玫瑰啊！哎，这么爱清气，房间都整理个这么整齐着，哪有像我，一个房间乱糟糟。 大姐，大姐，这有一张李姐跟男朋友的相片呢。你看，博勋，王博勋。